谢谢，我想讲说，谢谢，好久不见你。我想说，昨天的这个时候，我应该已经睡着5个小时了，所以我希望今天的状态能 hold 住，因为很难得的机会。然后今天在惠州也看到了，还有广州来的，所以很抱歉，我这么多年居然都没有把广州话讲好，所以很。好吧，我就继续唱歌，因为还有一首歌的时间。这首歌是我一直以来的信念。当我写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心里面充满了一种信仰，就是我要一直唱下去。所以这一首歌，希望在今天跟所有的同行们，跟所有的歌迷朋友，然后跟所有的传媒朋友们一起来分享。因为我相信，我们所坚持的每一件事情，都要靠我们脑袋里最强大的那一个信念。我相信。睁开眼，时针
翅膀，挥着手，想着谁，回忆是我的依恋，受了伤，掉眼泪，你就出现在眼前，约定的。谢谢，谢谢，哇，音乐女神，我谢谢 Rubber Band 和张靓颖的演出。